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白尼白尼，我是马叔，我是萌萌。哇，马叔，你看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礼物盒呀？萌萌，因为我们今天啊要玩不一样的挑战喽。哦，什么挑战呀？嘿，你看这里是有很多惊喜盒，对不对？嗯。每个惊喜盒里面都有相对应的游戏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还会有惩罚哦。你看，哇！马叔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惩罚呀。如果输了的话，可能就要抽一样来吃了。啊，那我绝对会获胜的，我会成为范迪家族的游戏王。你确定吗？嗯。你把我放哪了？嗯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游戏惊喜盒大挑战开始，石头剪刀布，哇，我赢了！那我选这个吧，看一下是什么呢？哎，妙脆角叠叠乐，嗯，妙脆角叠叠乐，使用妙脆角叠叠乐，一分钟内最多者获胜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下面一定要稳。下面要选个最大的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我干嘛要教你？哦吼，三个啦！等一下哟，等一下哟，没得等哟，四个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！那平的它就是弯的呀，可以？怎么可能平？哟！还有现在都是哪？哎呀，磨多了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我的好稳呀！最后五秒。啊！时间怎么过那么快？哎，马叔在作弊！哈喽，马叔，你随便挑一个吧。哦，臭芝士，这纳豆，哇，就要这个吧。酸酸秀的果汁软糖，这应该是不奇怪的。哦，最正常的一个。果汁软糖，好吃吗？哎呀妈呀，好酸！妈呀，好酸！那你怎么吃的这么欢快啊？相比他们，我是挺开心的。那我们赶快开始下一轮吧。嗯，到我开始选喽、嗯。来吧。嗯。我选这个。好，什么呢？最快穿完衣服，最快穿完衣服，在三分钟内穿的衣服最多者获胜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要穿好吗？还是套上就可以了？套上就可以啊，套上就可以了。不穿这个了，太难穿了。五秒吗？时间到。哦。时间到。哦。时间到。哦。我没弄出来。是啊，我要惩罚了。我比毛毛多两件。啊、上惩罚。毛毛，请选一样惩罚吧。我选这个吧，这个是糖果，比较正常。那可不一定。好。他吐了，不行了。是吗？我自己挑吗？当然。那我盲摸。好。有可能是呕吐物味，有可能是桃子味。臭披萨的味道，应该是呕吐物吧。哇。跟我吃的一样，上次。赶紧下一轮，到我啦。没问题。那我选这个最大的。又选大的。嗯。看一下是什么呢？什么挑战？是什么呢？哎，弹乒乓球。弹乒乓球，将乒乓球弹得最远即为获胜。来吧。好。喂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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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气势不能输，我轻轻的丢吧。嘿，哎呀，哎呀，第三排也不错吧？一二三四，啊，第四排。好，好，看我的。我，感觉很厉害耶。看好了，来。我给你们击掌！恭喜萌萌！那我选一个纳豆吧。哇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
好粘稠啊。但其实大家知道，这个纳豆是非常有营养的高蛋白的一种食物。嗯，萌萌，到我抽了吧？嗯，好，来吧。这个吧。哎，可乐冰块，可乐冰块，饮料方块，谁最先喝完，即为获胜。哎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分场了。嗯，三二一，走。你笑什么？Yes， 我赢了！我要说惩罚了。来吧，你要尝哪个？我觉得，嗯，它就一阵子而已。它，你怎么知道呀？我闻一下。哦，还可以，那我吃这个。谁让你输了呢？哇，瞳孔放大。好，那么我宣布我们今天的游戏惊喜盒大挑战萌萌惨败。老师，我下次一定会赢回来的。萌萌大笑我。这味道太浓了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。拜拜。拜拜。